枪手从这个胸口按掌往外过去亮相，然后收手抬脚提云手转身上到那边再拿出来亮相，眼神留在正前方，上步倒腿手掌这个掌贴开，然后立面圆顺贴着身体直直的蹲下去再起来，弓步再经过这里移过来拖掌亮相，然后踩下去还手按掌亮相，然后接下来盘腿跨腿抬脚踢腿是直的，画一点圆圈弓步出去，然后盖过来在这里预备式，然后开始一二，这里有后面一个圆圈眼神在这里看一次，然后这里看一次，所以两个眼神在这里，四次，这个身体是直的，马步是蹲的，所以没有不是只有这样转腰，而是移过去移过来移过去移过来，所以从前面是移到这边，后面是移到这里，眼神这里看前面，这里看后面，那最重要是要在后面这个圆圈要做大，然后最后这一次是潜下去，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停好，然后一二三四，快快快停，起势，这是拳，这是掌，然后马步蹲低，云手看着手搭起来，所以不是这样弯着，不是站着，不是扭，正前马步正前方这个地方回望，正面云手看着手搭过来回望看，跳转涮腰是一起，然后下去停在这里不动，然后往旁边跨腿还手拉定蹲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五步逐步加快，这样懂吗？所以这边变大圆场跑，跑到这边来，这个角落不是在这里，那最后呢跑到这里是一个搓步跨腿踢，直接就接下去的，这样懂吗？这个地方跑跑跑跑到这个地方搓步，这个手本来在这里，云手是这里拳这个掌搓步跨腿看这里，眼神定在那个地方，从这个脚转到这个方向，没有停顿，直接就接这个要大步出去跳，停在这里，对，搓步亮相起马上就走，这三个动作完全没有停顿，然后这个手从这个地方以后下压再出去定式，然后三环手，对不对？眼神看这里跟看这里，这里是这里是，提完按掌不是掌刀口哦，三次对，第四次以后往上一步，对不对？然后一样再一次对，往后拉刚好到边边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一定时候马上倒腿，腰子翻身上步再倒腿再腰子翻身，云手刀花一次两次，对不对？上步跨腿抬脚提脚亮开，所以你会在正中央，对不对？所以从这个地方速度不是一二三，速度从这里开始是整个是这样的速度，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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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最后慢下来是在这个地方，十十一十二十三啪踢下，最后才慢，这样懂吗？有没有很清楚？好，自己整理一下，这是大部分人所有的空间。